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第32届全日本一口荞麦面比赛昨12日举办，23岁美女小原上子一吃惊人，成为黑马，首次参赛就在短短15分钟内吞下293碗面，和以四连霸的46岁选手井本英明激烈缠斗到最后平手，依照大会规则判定获得亚军。小原受访时表示，我好像还能再塞一点，明年会以夺冠为目标。据朝日电视台报道，一口荞麦面又名丸子荞麦面，是岩手县的传统料理，一碗面恰好是一口程度，在客人吃时会有一名店员随时其侧，只要碗一口马上帮忙倒入新面。小原上次今年才第一次参加大胃王比赛，却游刃有余的一路吃到240碗，进食速度才变慢，让卫冕的井本英明有机会急起直追。46岁的井本英明已在比赛中四连霸，以往的最高纪录为258碗，而井本与小原最后双双在15分钟内吞下293碗，但大赛规则为长幼有序制，所以最后仍由年龄较大的井本英明夺冠，小原居次。赛后小原受访时说，我好像还能再塞一点，明年一定要夺冠。